杜兰书包这几年相当受到民众的喜爱，成了店面还有网络的热卖商品。台东杜兰地区就有一家商店，为了想要与众不同，老板夫妇特别花了3天的时间，自行制作了一个超大的杜兰书包。您画面上看到的，这足足有一般书包的8倍大，好多人看到之后好喜欢，都想要来买。不过因为老板说啊，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定价，只好通通都婉拒了。